帳幕都冇阻到路嘅，啲人都可以過，7月1日可以過，10月1日可以過，1月1日可以過，6月4日可以過，點解今日就過唔到？點解今日就阻路？市民關係咧就一直同我哋聯絡嘅，開會咧都係。今日先知道。今日咧佢哋先知道唔俾落帳篷。喂，大佬，你當我哋係咩啊？我哋係狗啊，同你一樣啊！我哋跟住嚟做嘢啊！自己尊重自己，唔好講啲咁嘅嘢。喂，你尊重下我哋示威自由啦！你尊重下我哋自由啦！你幾時有尊重我哋自由啊？大家講道理。講尊重。我想講，我好肯同你講道理。如果你事前同我講一啲嘅決定，接受到嘅我會同你盡量安排，接受唔到嘅我會同你據理力爭。但係如果你哋連警民關係都係話唔俾落帳篷嘅 order 係今日先收到，即係話事前我係冇辦法知道點解你哋臨時做嘅一啲嘅決定，我必須要跟從。我想講講道理，唔係臨到在地嘅時候，你哋大石砸死蟹，你唔好搞到好似我哋唔講道理一樣。是你們用盡你們的權力臨時去做這些決定，你要跟我講道理，兩日前跟我講。你可以保衛自由的聲音去抵抗，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走過的時候可以在我們的義工朋友手上去攞過一些傳單。